大家好，我是杨峰。很多人可能会问说，如何才能够写出一篇好文章，或是把文章写得好？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用最浅显的方式，我们不用专有名词，希望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明了如何能够把文章给写好。要写出一篇好文章，要注意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通顺，第二个是简洁，第三个是意境。什么是通顺呢？就是你自己读一遍，如果你的句子读起来顺口，那就是通顺。如果不是的话，通常啊，人家也觉得不顺口，也就是不通顺。第二个要素是简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需要的字眼，你不用加进去，加到你的句子里面去，就是简洁。同时呢，简洁的句子也能够让你的句子读起来更流畅，更通顺。第三个意境，意思说你文章的意境要能够符合主题，并且让它的意境能够更优美啊。如果是抒情文的话，散文、抒情散文，能够让它那个意境看起来这个优美，让人家能够回味啊。那另外，文章里面的每一个段落，你都要很清楚的表达这个段落是要呈现的是什么，这就是段落分明。那怎么样让你的句子优美，怎么让你的文章的意境好呢？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那我用形容词。形容词的确是能够修饰你的句子，但是不要用的太多啊。一个句子其实用一个形容词就够了啊，最多就是用两个形容词啊。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看过有些人他用三四个形容词啊，其实这是滥用了啊。这是许多人的一种错觉啊。那我曾经看过一位高中生，他参加作文比赛中的作文啊。这个高中生他是写的是他参加一个社区服务，这社区服务当中有很多的小孩，他是去服务照顾他们的啊，教导他们。他的文章这样写道：他清早一出门啊，看到路上有三五个成群的小孩啊，那另外一段他又写啊，看到小孩三三两两的在路上行走啊，又有一段他这样写，有两三个小孩啊，或者是写一两个小孩。我告诉你啊，这样用形容词的写法，一篇文章1500-1600字，你很快形容词就用光，就不够用了，没词用了啊。那另外，如何让你的句子优美呢？我们可以采用对句或者是连句的方式啊。我们来举个例子，第一个句子：千树正摇，夜夜万叶惊落。这是武侠剧中常用的，在口白上武打戏中常用的方式。第二个对句是中国春节常见的对联：天真岁月人真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我们中国的文学文章是用上对句还有跟连句，那西方呢，我们看看西方的文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这是全球最畅销的一本书《圣经》中的第95篇截取下来的啊，有两个对句。第一个，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第二个对句，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啊。所以用上了对句或者连句的时候，会让你的句子更优美啊，也让这个当然了，也要这个对句里面的句子你要讲求通顺跟简洁啊。那我们现在就用一个范例来检验刚刚讲的这几个原则啊。这是很简单的几个句子：傍晚我独自在海滩行走，太阳正疲惫地往海中坠落，身后只有一双脚印紧紧跟着我啊。这个傍晚后面那个逗号其实是可以省略的啊，只是最近这些年来很多人写文章就常用这种方式，傍晚然后就一个逗点，最终但是那我们就从俗吧啊。在这三四个句子中啊，
没有用很多的形容词，就算用的话也只用一个。比如说我独自在海中海滩行走的独自，太阳正疲惫的疲惫啊，身后只有一双脚印紧紧跟着我，紧紧啊，没有多用形容词。但是大家也不要小看了说只有这三四个句子好像太过简单，其实也有用一些技巧的啊。比如说太阳正疲惫的往海中坠落，这个正疲惫你可以想象说作者一个人他在沙滩上行走啊，看着远处这个夕阳这个太阳落到海中去，落到海上去啊。那最后一个句子，身后只有一双脚印紧紧跟着我，这个只有一双脚印啊，它就呼应了前面的独自在海滩行走啊，前后呼应。那另外脚印紧紧跟着我，那人在前面行走，那脚印当然是亦步亦趋的跟随了，所以这是一种生动的脚印跟紧紧跟着我，是一种拟人化生动的这个说法啊。我们这样的句子，三四个简单的句子，其实如果配上前后文，你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意境出来。根据这三四个句子，我们可以想象说这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环境啊，也可以想象成说哦，我一个人行走嘛，所以很孤寂，那就完全看你前后文怎么运用。我们就试着看啊，我们加一两句。在我身后只有一双脚印紧紧跟着我，我伸了手，伸伸手扶了扶被海风吹散的头发啊，向着海大声呼喊。那这样的解释下去好像看起来只是一个很安静的，然后突然心血来潮向着海大声的呼喊啊。但是如果你再接下去，你或者你换成说向着海大声呼喊你的名字，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是显现出作者他在思念某个人啊。那这三四个句子，这些句子只是个范例，其中你还可以将这个遣词用字给它换一下，可以呈现出相同近似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意思出来啊。比如说我独自在海滩行走啊，你可以说我独自一人，但是你要知道独自一人其实独自就够表达了，这一人这个有点那个是多余啊。另外太阳正疲惫的往海中坠落，你可以改成疲惫的太阳正往海中坠落啊。身后只有一双脚印紧紧的跟着我，你也可以说紧紧跟随我啊。这完全这种遣词用字就是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字眼能够更清楚更适合的更恰当的表达出你的这文章的意境出来。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写出好文章出来，也祝福大家。